2019年10月3日，杜江现身家乡济南，参与电影《中国机长》的路演。活动中，杜江的妈妈及其亲友也来到现场为他加油助威。济南的影迷们更是用济南话称呼杜江为杜老师，让杜江倍感亲切。照片曝光后，网友纷纷现身留言点赞，为杜江点赞，杜老师太。